的兔兔，他要徒步去拉萨。今天找不到了蘑菇了，找不到了蘑菇了。今天没有找到松茸，跟你很像这样。他们说，土豆老师像走丢了的孩子，就是爸爸妈妈找不到了的那种好小孩。你觉得土豆老师，我感觉他像徒步去拉萨的。拿个手机，然后就去西藏。我觉得他像那个找不到路，一直在导航是吗？对，导航。还用的是百度地图。对。哈哈哎呀，躺着舒服吧。有一次。就是我还在读书的时候，人一年放假回来嘛，就是耍把子嘛，然后去草原上睡，就是去草原上耍把子的时候，在那个院子里面把子上面坐嘛，坐着，然后太阳太舒服了，然后我就睡着了，然后我就脸上什么也没戴，口罩也没戴，帽子也没戴，然后我起来的时候，我的脸全部是那种翻皮，最恐怖的。你有没有晒过那么黑？晒过那么吓人，晒过吗？晒过了，七月份，马上八月份了。在哪里？在理通。就在文具。要吃中饭了，要吃午饭了。对。我们也要吃午饭了。现在听到吗？牛肉声，算了，哈哈。我们的悄悄话不要让他们听见啊！对，两只耳朵都听到了，哇，厉害！李彤没有一个东西，我觉得缺少一个东西，缺什么？缺少一个世界的地方，世界。哦，对，是，对，起码得有。状态里说话自己什么地方都没有设计的地方。没有那天我们去那个去院子里边有很多木板嘛，对，把那些木板剪了，然后做成那种靶子，做成靶子。然后我们去山上砍点那个小树枝，然后做一些个弓箭，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放着，然后他们让他们过来射箭，然后呢，然后收钱呀，是一个，是一个多少？是一个，看他们是哪种箭，像我说平常那种箭的话就5块钱，
不是一次，就是他给他一把弓，给他一个剑嘛，让他自己玩5块钱。他拿走了，走过。他拿走，他拿不走的。这里我给他围起来，我要把这里围起来。他要藏着呢，你过去的话，他不给钱的话，你咋办？不会的，不会。有的话，你他们游客都很有素质的。不是，有的话你怎么？有的话，他把剑拿走了，我就再去山上吧，再去山上找点木头吧。看我觉得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看不见了。看不见，太快了，而且在刷礼物。注意防暑，好听。礼堂还没有到那种防暑的阶段。这几天在办奥运会，然后奥运会里边也有马术比赛。我们这几天可以看这个奥运会的马术比赛。奥运会就是所有国家的人要去比赛，知道？对吧？你知道吗？所以肯定那个马术比赛就是很凶的人才，很厉害的人才可以去参加。每个国家选出来的去请问的，一个国家一个代表，所以感觉很厉害。那太厉害。我，你以后把马术学好了，我们两个去参加奥运会。你当运动员，我去当解说员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身后什么地方？身后也是草原，全是草原。这草原很大，你们还要看看那个狼姐姐上次跟连线的那些狼姐姐，要看他们比赛，对吧？在干嘛呢？坐啊！跟你们聊天，做几次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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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平策的新妈妈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去问一下平策。还没有取名字，对，好像是吧？这我不知道。他讲的话我也从你教授，没跟你说，跟我外面问的问他。等一下，问一下，平措是这是在四川还是西藏？在四川。四川，我们现在在，我们两个来隆重介绍一下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草原上。啊，对，草原上，对。弟弟呢？弟弟不知道，弟弟去休息了，刚把他们喝去了，把他丢了。对，等一下下播了之后，我去找他。看我兄弟，他在蓉儿在一起。中和。
好，不要着凉了。你以为我们这里现在很冷？不能了，现在这里太热了。对，我们都是穿着短袖。今天好不容易直播一次，对，他们一直在说，终于直播啦！真的吗？没有，刚才不是我们才下去的时候，才开始的，才开播的时候，哦，他们就在说终于直播了，很久没直播了，不好意思。真的吗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嘿嘿嘿，礼堂的春天，现在礼堂的夏天，现在不是礼堂的夏天，对，礼堂的夏天，这花叫什么花？花叫花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这叫花。那天你做那个花盆的那个花就是你的，对吧？对。现在我们准备下播了，拜拜。我们要去吃饭。我要去吃饭，肚子也有点饿了。拜拜，你们要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，好好工作，加油。